我今日讲是我做的这个计划吼，台找台语的计划。啊，我较简单，我讲重点，因为物件较侪。因为咱其实吼，台语一般人对台语无了解，吼，啊，而且即摆人其实连台语可能也袂晓讲。我的背景就是有一方面是软体，啊，一方面嘛台语甲这边的，用了做我即摆就是两边较有法度处理。好，咱先讲一下，就是背景。啊，因为其实咱即马大家知影吼，尤其台湾其实即马人应该较少人，也是讲你生活的环境应该较少人会讲台语。哦，啊，其实政府高头嘛无迄个控制的资源，大家求。那讲客语也是讲原住民，其实拢有伊的资源。哦，啊，咱民间敢有啥物资源通去利用呢？哦，咱先看一个简单的定义。哦，这是联合国教育组织 UNESCO 吼，伊去定义讲，咱一个语言到底是安怎生做要教伊的。哦，伊就讲哦，那囡仔伫厝无咧讲好，还是讲恁的阿公阿妈有咧讲，阿爸母听有，就是阿唔过无咧讲，啊，所以囡仔基本上就是无咧讲啊。啊，那种情形其实差不多二三十档就全部拢无去。啊，咱政府做啥物代志无？哦，你也再看一个简单一个表，这是。2013年，伊个行政院主委处，哦，伊做一个，伊公开的资料，哦，关注因有家己个，哦，因使用人口，哦，差不多安尼，啊，客人，哦，差不多安尼，讲台语个族群其实上济，啊，毋过因关注因有家己个关注因个发展法，客家有客家基本法，啊，因有家己个主管机关，哦，原民会、客委会，哦，因逐年个预算拢其实拢足济。哦，啊，其实台语无，其实基本上是无，哦，伊嘛无一个专职的组织，哦，啊，因迄一个科内底，敢若是敢若迄个三个发片的人员在处理尔，啊，敢若做真正工课，所以基本无咧做这方面代志。啊，媒体同款，原住民客家伊拢家己独立，哦，家己的电视台，哦。啊，过来吼，就是一般的人吼。对台语文其实无了解，吼，真侪误解，吼，像正常到，吼，有人伫遐问讲吼，有啥物台语是怎安尼，吼，迄是因为咱过去无受台语文教育，啊，台语台语的字是怎安怎，啊，台语文敢有历史，敢有文献资料，吼，其实拢有，吼，台语文其实自早就标准用语，吼，位于1885年，吼，其实已经清朝时代就已经有啊，吼，伫台湾在地，吼，毋是伫其他所在，吼，迄阵就有。老来到今吼，阁有咧出刊的一份报纸，吼，自迄阵迄是台湾的第一份报纸，嘛是用伫台湾第一台印刷机印的，吼，迄拢是写全台语的。而且老来阁有侪侪迄个散文、诗、小说，吼，报的文学、朋友文学，其实拢有，吼，啊报纸到今逐礼拜阁有咧出刊，吼，虽然讲伊即摆大部分是华语，啊，毋过拢阁有留一版。啊，你若想要了解吼其他的文献资料，其实拢有吼，你去 Google。台语文记忆哦，就是一份网站，就是伊拢有咧捡起来资料。咱体制内有咧做啥货无？有吼，伊、哦、因为迄个杜先生时期，伊有去广告一个教育部的台语汉语甲台语的马字哦，为2006年开始推行，到今其实已经10多年啊。所以你若伊若即马可能高中，其实伊过去，你若问应该。差不多有印象讲伊有学过台语，啊，毋过因为即摆正面分数做这做这，所以因大部分嘛无啥要学啦。哦，啊，煞个吼，台语其实标准用字哦，拢有限定。过来吼、哦，你看即摆哦，台语文个字词哦，也是根本其实拢有哦，顶悬写个拢是哦，话用罗马字用汉字合用拢有哦，传统白话字甲教育部个台语拢有哦。啊，学语言其实上重要，要解决问题就是书店较好用，哦，文献资料较好找，哦，台语文相关应用资料较好找，哦。咱其实要学哦，教学也是使用，拢爱听讲读写，哦。咱即摆基本大部分人就是干会晓听会晓讲尔，哦。啊，上重要基础资源就是台语书店资料，啊，因中拢总所需要完整的基础资料，啊，其实咱全部，哦，啊，像咱哦，比如讲咱 GMB 有一个蒙点计划吼，其实伊质量嘛，另外哦，可以一个
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伊同款伊是摕教育部干阿话资料，吼、哦，啊，迄是伊问，伊就是教育部的台语书店，啊，教育部的台语书店伊是上书书店，吼、哦，伊只干阿走到两万五的字数尔，吼、哦，像咱一般做电工的字数，吼、哦，像这八折本，吼、哦，不拢讲的，吼、哦，伊这拢无收，吼、哦，因为干阿收有汉字，较有咧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其他其实台语有做侪语言，吼、哦，毋是为迄个中国迄边来。哦，咱有做侪是原住民，还是其他国家，哦，像荷兰还是葡萄牙这种的，伊拢有哦。啊，所以其实咱干来用汉字无多写，全部会台语字。哦，所以我其实哦，这计划主要是咧整理遮个历史资料，哦，其中的部分我是针对历史资料。哦，啊，纸本的文献，若无数位化，我干做数位化。啊，当然因为咱时间足短，哦，三个月内无法度做出侪。啊，所以咱有拣两本哦，较重要物件。啊，已经数位化资料，我着甲校对整理，啊，甲标准化，哦，啊，先伫着甲公资料，甲做公开，哦。我简单看一下，就是咱有做这两本哦，纸本甲数位化资料，哦，一个是台湾地位基础依据，一个是食物的名类，哦。啊，即摆咱有请咱的数位化团队吼，嘛、哦、有做请顾问吼，甲校对，哦，因为迄较早的技术吼，可能拢几十年前。哦，咱即摆其实较少个，其实拢毋捌。哦，好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就是一寡咱有整理吼，做侪分无同个所在个资料。咱重要吼，甲处理过个问题。第一个吼，两摆是甲标准化。哦，因为过去其实伊个文献资料，伊为着伊，因过去伊无标准个 Unicode， 还是讲伊迄阵哦，要处理伊可能要记录，还是讲。那会可能歹处理，所以咱甲做标准化，啊，还是从资料来往甲整理，然后中好咱甲提掉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做加做些标准化的从资料库，啊，过来吼，咱、哦、用最简单的吼、哦、CSV 的格式公开，一般人可能先使用，吼、哦，还用 CC 的收款，啊，咱上重要，咱整理吼三十二万的台语的从资料，啊，教育部干呐？哦，两万多个字数，哦，所以咱字数资料量是教育部的十二倍较济，哦，啊，比教育部的字数增加是差不多三十万个字数，哦，这是咱全部的字数的资料大概是安尼，哦，啊，你若想要了解，哦，你再去咱其他的点看，哦，我有看伫迄个咱迄个 Apple 的内底，哦，啊，这是咱机会吼，要按什么做，这是咱会加加字数资料做。产品做服务，和一般人来讲，更加简单来使用。大概先分享。